你们两个都说是我的爷爷，肯定有一个是假的。今天你们就来一场记棋的比赛吧，我的爷爷可厉害了，所以你们谁赢了，谁就是我的爷爷。比赛现在开始，你来找这头奶牛，你来找这只老虎。好好好，我要先来找，其实我才不是葫芦娃的爷爷呢，我是蝎子精变的。葫芦娃总是阻止我做坏事，所以我要变成他爷爷的样子把他给骗走，到时候再把他关进大牢，看他以后还敢阻止我做坏事吗？不就是奶牛吗？这也太简单了，我才是这个。哎呀，我怎么找错了？太好了，现在该我来找了，其实我才是葫芦娃的爷爷呢，所以我要保护葫芦娃，不能让任何人伤害他。哎呦呦，你个臭老头，我蝎子精这么聪明都没有找到，你也不会找到的。哼，你个臭蝎子精，我一定会找到的，我才不会让你把葫芦娃给骗走呢。老虎老虎在哪里呢？我才是这个。哇，我找对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才是我的爷爷，你肯定是蝎子精变的。嘿，哎呀，不好，被发现。